因为大乘佛教啊，是为了普度所有众生，不是光度人。如果我光度人，我吃肉，那反正我是度人嘛，我可以讲出度人的道理。但是我很想度那些鸡啊、鸭啊、蚂蚁啊，所以呢，我不能伤害它。啊，特别各位在度那个孤魂野鬼啊，哦，这些小动物，如果你吃一块肉，佛陀讲了。你吃了一块小小的肉，所有的鬼都怕你，哎，这个会吃人的，所有的罗刹鬼都跑掉了，那你是不是渡不了他？所以并不是说，哎，我修南传佛教，我可以吃肉，因为南传佛教它的重点是渡自己解脱，所以在教法上它没有一定规定要这样啊。但是各位如果说你要修大乘佛教，你是要渡所有众生，那可不可以吃肉？当然不行啊。啊，因为你这样，那你就渡不了那些。就像各位在放鱼的时候，你不要看说，哦，这只鱼好吃，那只鱼说另外好啊，就给你喷水，对不对？你要觉得说，哇，这个鱼怎么比我老公还美哦？哇，这个鱼怎么比我太太身材还好？会有真美，你已经有眼光了。你要多这样修，不然你这个眼睛看到美女帅哥，你就噔噔噔噔噔，业障就来了。啊，因为你看到你会起心动念。因为你没有训练，所以各位，刚刚那个鱼美不美？好美哦，不得了！那个皮肤，那个姿势，哇，美女没得比了。啊，那人的一个强迫的观念呢，看到帅哥美女，哇，他觉得那个美。所以各位，你要开始练习，猪美不美？哇，万物都美，所以你就超越了那个执着点。不然的话，你的心里面永远看到一个帅哥美女喜欢的，就被他抓住了，就是变成这样啊。这个就是你不去练习它，你在理论上可能我知道，但是我看到就不知道这样啊。所以站在南传佛教，那些美女对你微笑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呦，全身都是骨头了，白骨光啊，因为强迫自己不要去对他执着。那大乘佛教又不一样了。一个女生在跟你笑，哇，我妈在对我笑啊，妈，什么事？啊，因为你是对她慈悲的，她可以成佛的，她有空性的，啊，所以各位这样了解。那这边有一些问题，我赶快回答完。遭受虐待产生恐惧的孩子，我来法会功德，回向所有被虐待。恐惧的小孩，嗡阿吽，被虐待死亡的小孩，嗡阿吽，得到超度，得到离苦。再来，他住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跳楼的事情，去年跟上个礼拜就发生了两次，如何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呢？啊，那我想我们在那边做什么功德都可以，包括点烟供，然后呢就不断的回向，希望跳楼死亡者世界各地的都离苦，也希望这些造成跳楼的冤亲债主消冤解结，更期望人类可以不要升起这个自我伤害的心，当然你就不断的这样去祈愿。但是很简单啊，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当你不断的去祈愿，曾经有个家属问我说，为什么他的亲人自杀，他好痛苦好痛苦。那按照佛教，就是因为过去他直接间接让别人自杀了，因为他而受苦了，所以他自己也会接受这个痛苦啊。他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每一世都造了一些恶业习气，一直忏悔，还是会下地狱受苦吗？那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上天堂解脱？他还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受过轮回地狱的苦。那佛陀真实有下过地狱啊，做过畜生，受过各种的痛苦。佛陀也做过有财鬼，包括树神啊等等等等。但是因为佛陀了解了这些业报轮回的道理，怎么样去教我们怎么忏悔业障啊，忏悔业障。也不见得说一个人不是因为你的宗教而升天堂，也不是因为你的宗教而下地狱
我们会上天堂下地狱，都是因为我们的业，我们的烦恼引导的业而引导我们非观宗教。但是每一个宗教都希望我们忏悔造善业，那至少不会受苦啊。当然因为但是佛教比较殊胜，是佛教连动物你伤害它它都会受苦，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连动物都不会去伤害它，还要去救护它。所以伤害动物也可能会下地狱，也可能会做动物被杀等等啊。所以当然你可以让他简单的了解一下佛法啊。受八关斋戒可以涂口红吗？想都知道不行的啊。当然了，像我嘴唇干，我不是涂口红的，我是没办法的啊。因为受八关斋戒就希望不要执着外表啊，欲望啊，所以就会有自然美了。请问过了期的食品不能吃，就这样把它丢掉算不如法吗？我们在台湾就没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台湾养了很多猪啊，然后将近3000只的狗啊，所以我们有跟很多食品公司申请，如果你们食物过期了丢掉太可惜了，对不对？全部送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甚至很多我们会更新鲜的会做一点腌供啊啊，这样来做。那现在在美国英国我们也有这样在做，那就是说有些大公司它过期的但是还可以吃的，那他们也把它拿过来，就而且确定这个吃没问题，送给游民啊，送给游民，因为他们吃不好，但是也跟他们讲看看日期啊，用各种方法，但是给动物吃都没有问题啊，动物就加菜。所以那在新加坡，那我想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如果有那些人家饲养大量的动物啊，甚至新加坡都没有养猪的，对不对？虽然那些猪可能最后要被杀，但是至少你现在让它跟它结缘了、啊、跟它念念咒啊。但是如果一定要丢掉，那当然比较可惜，不然就是我们护生员如果他们有在做烟供啊，或是去布施给大海的动物啊，那都可以啊。他说请问怎么样拜泰国神才如法？那我想泰国神也好啊，我们新加坡神也好，所有的神都可以成为佛教的护法，只要你用一个很好的菩提心。所以基本上我看到经过神的庙，我更会跟他合掌。为什么？这个神有分别心的，哎，你拜你的佛为什么看到我不理啊，对不对？所以我都会在那边合掌啊，念一个发菩提心咒啊啊，然后把佛陀的这种功德啊，然后供养啊回向，还希望神也来护持正法，然后也希望神得到我们所有的功德，因为他的信徒跟他祈求的时候，那希望这个神有更大的功德来满信徒的愿。那无论如何我们就用这种善心就对了啊。再来，请问我替我的往生的父亲皈依要拿皈依证吗？当然也不需要，最主要是皈依的时候引领父亲来皈依，希望他皈依三宝，还有甚至法会现场会公开一个共同的法号你可以用。我想法号没有说一定要不一样啊。上回有个信徒说，师父我的法号可以叫海涛吗？ Of course 啊，问题是你不好意思说了啊。所以因为法号就像阿弥陀佛讲了，希望所有的人法号都叫妙音，对不对？将来成佛的，因为为什么叫妙音？念阿弥陀佛而成佛的，所以希望都叫妙音嘛。以后成佛都叫妙音如来，所以各位以后我们都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名字，快不快乐啊？事实上这个世界光阿弥陀佛的名字就35亿多同样的名字，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有过去也有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这样啊。所以这个法号也不用太执着了。当然如果昨天讲了刚好一两个皈依证有剩，你要替你爸爸拿一张皈依证、哦、放在他的骨灰啊，放在他的灵位，让他有信心
佛教也不会反对，反正一张纸而已嘛。啊，再来，他的母亲得癌症，最近吃素点灯，每天做烟供，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因为他妈妈不认识字，基本上任何的逆境生病，特别癌症，最重要的是忏悔业障，忏悔业障。所以你可以引导你妈妈拜阿弥陀佛啊，甚至有那个录音带88佛的，虽然他不看懂的字，他听哦，南无什么他就拜，南无什么他就拜，能够拜几拜就拜几拜，就算不能跪下来拜，像我妈妈生病，我就叫她坐在那边合掌，然后我们念三昧水忏在电视，她就合掌，这样也是个忏悔，忏悔从心忏比较重要了，她内心里面她能够忏悔，那除了忏悔就是积功德，增加自己肉体的福报啊，打斋啊，布施便当啊，布施食物啊，放生啊，他当然也把这个功德平等的回向制造你身体病苦的可能的冤亲债主啊。但是对冤亲债主一定要惭愧心，再加上对他布施功德的慈悲心啊啊，这样就可以了。请问听佛曲是不是中午十二点以后就不能打开，傍晚六点就不能听？没有这个规定，佛曲它就是要表达佛法的，用一个好听的声音，只是我们把它听当作一种功德，希望透过这个声音让法界让所有人听闻解脱啊。透过一个好听的曲，但是里面有佛号，但是八关斋戒还是讲不能听这些世间的音乐啊。请问可以在我们大陆开一个生命协会的道场吗？因为内地不像新加坡啊，对不对？很多地方要申请的，所以当然我认为他们有时候透过网络大家互相共修也可以了。他说他的老公是海藏，他可以在家里楼下拜他吗？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拜他啊？我想拜回向它只是一个心态，而不是在哪里啊。我当然你要在家里楼下拜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拜的意义是在于希望他快乐啊，不是拜他就快乐，我们是替他拜佛，这样可以啦，替他帮助护持众生，以这个拜佛供养三宝或是帮助六道的功德回向给他，这样的意思啦啊。拜佛当然也是祈求三宝加持他。再来，他的父亲过年往生，他和他老婆每人各念了7次地藏经给他，在49天之内，我要怎么知道父亲已经得到功德？不用烦恼，你只要回向他就得到功德啊。各位要有信心啊，难道你要打电话问他有接到吗啊？这是不用的，信心最重要。但是最大的功德是说你以你父亲的名义送地藏经，但是送地藏经的功德回向所有三途苦六道轮回，那父亲的功德才大。这是地藏经要我们回向法界众生，反而功德特别大。就像各位说哦，今天你供养僧伽，回向所有僧伽都健康，回向所有老人都健康，但是这个钱是你用妈妈名义做的供养，反而妈妈功德大，就这个意思。所以佛陀要我们以这样的圆满的心态啊。再来，所以他说他的妈妈经常生病，有通灵的人说常常看到有往生者在妈妈身边，要怎么办？那基本上我认为有没有倒是其次了，但是我们你要写牌位可以，妈妈身旁的冤亲债主这可以的啊。然后到底是哪一位也不一定，但是最主要你有一个惭愧心，对不对？然后因为你去替这个妈妈的冤亲债主做功德，反正都是善事嘛，点灯啊，放生啊，诵经，那妈妈还是得到功德的。但是你还是这样去做，但是呢也不能怕，因为这个所谓往生者，就是说为什么叫债主啊？因为我们欠他嘛，过去我把这只猪吃了这个牛肉，他现在跟我讨债，现在在我身边，
因为他很痛苦，他也不是说真的要讨债，因为他很痛苦啊。